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17岁的宋亚轩，然后我将用三种语言来介绍自己，三种方言。大家好，我是17岁的宋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17岁的宋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宋。大家好，我是17岁的宋亚轩。然后16岁到17岁这一年，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比如说和兄弟们发了很多新歌，然后录制了自己的综艺，然后还有第一次录《王牌对王牌》，还有就是参加春晚，对，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开了演唱会，对，然后今天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点多，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幸运球。这个幸运球好眼熟。然后据说据工作人员说蓝色的是一种题型，红色的是一种题型，那么里面究竟有什么题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先打开一个蓝色的，哦，不将就，原来是一首歌啊。开始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因为就是这首歌是我2年前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对，2年前经常唱，唱的他们六个都烦了。他们六个就说不要再唱了，不要再唱了。然后就是今天就是把这首歌献给大家。老师降一个调，我好帅。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，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，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，你的追求者，你的坎坷，我开的车。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，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。如果你以后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，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悲伤坚决不放手，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。Sorry， 你的暴烈再温柔，感情又痛又享受。如果我说不为你不罢休，谁能比我将就。嘿，唱的还不够爽，那么先听一下，感觉唱的还不够爽，那么我再唱一首李荣浩老师的歌吧。3、2、1。Baby， yeah， 那边小贺在那里捧场。有没有特写镜头对准他一下？啊，没有，好吧，那我们开始抽取下一个吧，抽一个红色。哇，
有没有想挑战的发型？想挑战，狼奔头吗？还有阿哥头，因为之前我经常撩头发嘛，然后一撩头发，然后造型老师就说，你要是再撩，我就把你的头发弄成阿哥头，就是要把我前面剃掉。对，这样，那我觉得还是狼奔头适合我。对，我最想挑战的发型是狼奔头。那么下一个题，那我们现在抽一个蓝色吧。那么，时代少年团的歌有很多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我们的歌。DJ drop the beat。没声了呢。我的歌的，喂。已经听了一百遍，怎么听都不会倦。从白天唱到黑夜，你一直在身边。我要站起来唱。如果世界太危险，只有音乐最安全。带着我进梦里面，让歌词都实现。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，我的爱一直不变。不管是 hip hop 还是摇滚，我的爱一直不变。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，我们的歌那么真，无国界，划时代，再不回头 kiss goodbye， 让每一曲能够动人心弦。情人总分分合合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。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远，能不能不要写歌，继续唱我们的歌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。哦哦哦，OK， 哎呀，好紧张，突然。那么现在，我们再来吹一个蓝色。啊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最近真的有在听，啊，不是，最近真的有在循环听。然后，他们六个估计一提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我吧，因为我就像一只苍蝇一样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唱。那我们开始吧，飞机场的十点半。等一下，不用站起来。Yeah。我今年17岁了。哦耶！呜耶耶！哦哦耶耶！十点半的飞机快要到了。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。Oh yeah， 我喝了喝去，渴了还是要剩一点点，剩一点给你。Oh yeah， for my baby， yeah。几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Baby, oh，
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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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？ Oh， 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越想要多。爱已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， Baby， 十点半的飞机它已经到了，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，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。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，充满笑与泪的时光。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，你却说你需要离开，需要一些空间呼吸。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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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baby baby oh baby，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？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越想要多。爱已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， Baby。 OK， 哎，怎么卡住了？哦，原来刚刚我拿麦都是这样拿的，挡死了。啊，累死了。那我现在来挑一个红色的吧。十六岁印象最深的一天，十六岁印象最深的一天，我觉得是，录王牌对王牌的第一天吧。对，就是特别紧张，然后我也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，然后也不敢多说话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123，对，一周年演唱会，就是唱爆米花的时候，其实那个直播已经关掉了，但是我在最后一刻哭了出来。对，因为太感动，就是我们七个人然后散发着那个晶片，亮闪闪的晶片，然后就想起了很多2019年2020年的回忆，然后我就老泪纵横。对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什么呢？还挑红的。 哦，这个是手写的。录制王牌有没有受到喜剧前辈的影响？有想演小品或者学相声的打算吗？录制王牌就是学到挺多的，尤其是我觉得在迪哥身上学到挺多的吧。因为我第一次录王牌就是迪哥在带我，就是比如说接我的话什么的，然后之后迪哥也来了我们节目了，对，就是跟他已经很熟了。有想演小品或者学相声的打算吗？这个我还暂时不知道，就明年再做打算。那就下一个什么颜色？下一个那就你们提什么颜色吧。我要静等回复。
那我来截个图，老规矩。哦，这样，三，二，一。我看到了，我截到了宝贝。再来一次，三，二，一。蓝，看看这现在是什么歌呢？普通朋友加 melody， 因为这两首歌也是很喜欢的一首歌。然后，普通朋友选的原因就是，普通朋友，因为就是它好听，对 ，melody 也是。开始吧。小何还在那里喝彩。等待。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呀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。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就是爱，耶。我猜，你早就想要说明白。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学习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。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。感情你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松？等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。 So I 我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， I just can't be your friend。 Yeah， 我在OK， 停吧。哦，还有一首 Melody。 OK， 怎么弹幕都在刷好好听啊？请勿发好好听，发送就这鼓励我。请发送就这鼓励我，好搞笑，还是发好好听吧。终于明白你变成了回忆，没有人能够是三连别说了，忘词了。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笑语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
Melody， 脑海中的旋律转个不停，爱过你，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。Melody， 无数动人音符在我生命，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。Yeah. Oh. 淡黄的长裙，开个玩笑。那么下一首歌，哦，爱了，好听死了，哇塞。这个可以刷礼物吗？我自己给我刷一个礼物，送出小可爱，价值一块币。哦、sorry， 不可以送礼物。啊！未成年人禁止送礼物。那么下一个，你们来定吧，让我看看。红或者蓝，我现在正在截图。Melody， 无数动人旋律在我生命，爱过你。要不要念 ID 啊？哦，好的。三、二、一，红色。我天哪，全在刷红色。重庆话现在到几级了？我重庆话留级。重庆话，那个重庆话，我晓得，我很标准，我说的很标准，他们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因为我都是在重庆待了两年。我看一下评论怎么说，哈哈哈，入门级，对，我是入门级。这个延时好麻烦呀，因为我看评论的时候要等待七秒，然后在播出的时候观众们又要等待七秒，然后。那我的普通重庆话应该四级了吧？对，那我们来下一个，下一个来一个蓝色。他在那里，我看他的时候，他就，贺哥好可爱。现在他也打不了我，我就爆料一点贺哥的东西吧。贺哥，哎，算了，待会儿再爆料吧。下一个是，哦，是我很喜欢，因为为什么我要选这首歌呢？因为声乐老师在跟我们选歌的时候，他说什么什么炸鸡，我们就选了这个炸鸡。结果他说的是那个炸鸡，那个鸡场，就是那个鸡场的炸鸡吗？不是那个炸鸡，是那个炸子的炸，跳闸的闸。那么现在开始吧 ，DJ 老师，降两个。我之前也去过人民广场，并没有炸鸡。最近你变得很冷漠，
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我没期待太多，你能像从前般爱我，其实连约会你都逃脱，什么解释都不说，不是我。爱情需要煎熬，没祈祷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 Yeah, 虽然我是你在声东击西，但疲倦依然我懒得怀疑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？Because you know about the bass, about the bass, no trouble. I'm all about the bass, about the bass, no trouble. OK。迷惑型了，那么下一首诗嘛，下面只有四个红色四个蓝色了，要不我们来摇奖。蓝色，这下面是一首弹唱歌曲，之前我好像有录过一版，就是清唱版，对。什么？怎么弹来着？我没有谱子怎么办？弹错了不要笑话我，发送就这就可以。哦，哦对啊。不是我没接到。爱情需要煎熬。我刚刚是不是颈纹露出来了？这怎么那么难弄啊？ OK。 哦，这个为什么他会转？什么解释都不说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来吧，开始。有些话你选择不。再来一遍。嗯嗯。哎，没声了。好的。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，你说某句。完蛋了，忘记怎么弹了。OK， 开始吧。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，你是某种脆弱，我才感同身受。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，安慰你的痛，保留着你从始至终。就算 sorry， 再来一遍，真的最后一次了。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，你是某种脆弱，我才感同身受。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，安慰你的痛，
保留着你从始至终，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个流浪人，就算人有悄悄的远远的，或是舍不得悄悄的一个流浪人，就算人有悄悄的远远的，或是舍不得。完蛋了，我忘记怎么弹了，要不下有下一个节目吗？或者我现在看手机搜一下谱子也可以。好的，下一个再咬一个。又是蓝色，是什么歌呢？是非常喜欢的王力宏老师的一首歌，因为最近有在上乐学嘛，然后就是特别喜欢，我特别喜欢王力宏老师这首歌，因为最近在网上也很火。好，什么？知道吗？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消息，涛哥送了一辆跑车，是真跑车假跑车？涛哥就是沈涛哥，就是经常在我身边的那个哥哥，就是给我送虾片的那个哥哥，就是感谢涛哥在王牌对我的照顾吧，然后带着我说话，然后引领我就是去怎么去主持，然后还跟我们分享一些私底下生活的一些小故事。对，然后涛哥今天送了辆跑车，好激动啊。待会儿私下我们说悄悄话吧，就不在这儿说了。那现在我们开始吧，花田错。我犯了错，来吧。姐，他打字幕，绝了，绝了。他上面写着孙雅萱最棒。夜好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，那不是彻夜灯口，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场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如水，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，耶耶，不醉不归，说好不消遣忘掉，拥抱变成了煎熬，犯错像迷恋镜花岁月的无聊，情愿让我多情的打扰，OK， 那么花田错结束了。那么现在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你看场上的
局势这么明显了，我们必须要抽一个红色了。变声期现在过去了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过去了吧，但是还不确定嘛。现在唱，歌，倒是还不觉得。要是等我30岁的时候，唱歌如果还是这样，那就是，已经过去了吧。好，那么下一个。我们必须要保持场上的平衡，所以我抽一个蓝色，没有抽红色。拔牙的时候痛吗？说实话，我不是在调侃某人，拔牙的时候真的一点都不痛。可能是我没有开刀哦，不是我没有开刀吧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。感觉拔牙整个就是一个无痛的感觉，或者是我那个麻醉师太厉害了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某些人为什么会脸肿或者疼几天或者几夜。对，我在内涵呢。然后，现在。现在要不我补救一下刚刚那个，补救一下刚刚弹琴的画面。现在我拿手机弄一下谱，真是不好意思各位。我犯了错。耶、yeah, 好神了。哎呦。补救一下。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，你说某种脆弱，我才感同身受。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，安慰你的痛，保留着你从始至终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我会在这一人流浪，人就三人游，悄悄的，远远的，或是舍不得，默默的，静静的，或是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。这样就已足够了。Yeah， 那么补救成功。现在就应该给他一个单人 focus 的镜头，然后下一个节目，什么节目啊？是幸运球，也算节目吧。蓝色 ，Thank you。红楼那一，哇，这么大声。是我最近挺喜欢的一首歌的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然后觉得
没什么好觉得的，开始吧。就是因为好听，然后副歌也很洗脑，开始吧。我只能停止。好深情。然后想喝口水。吸管真好用。下一个是红色，那就其实可以两个问题一起打开。对，下一个是过去一年最满意的舞台是哪个？应该是乐队版的《座位怪物》吧。对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舞台，因为里面融入了我们很多想法，然后也有我们许多的意见，最重要的还是有乐器，然后是我们成团以来第一次组建乐，用乐队这个形式给大家呈现这个舞台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想妙招课程，如果录成网课多少钱一节课，谁想得提？小妙招，我觉得小妙招课程如果录成网课多少钱一节课？多少钱一节课？免费吧？啊呸，不是。可能我给钱你都不会来上。那就400块钱一节课吧。OK， 那么现在来抽蓝色。
好像并没有用。那么下一首是 Love Love Love。 等一下我会弹。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，谁在哪里点卖第一些字。 Sorry， 再来一遍，我辞了，我要站起来唱。嗯，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，谁在哪里点卖第一支紫玉钗？我在这里见怪更怪，见我电影里面人家的爱，更想去看海，尝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哭起来，我想起来，都为了爱，爱。爱有一天翻开词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。我爱故我在。继续。哦哦耶耶耶，哦哦哦哦，找到爱，幸福的人肯不肯躲起来？站在寂寞的人肯不肯站起来？我在这里陪你无奈。哦，见过小丑里面人家等待，更喜欢等待，尝过人家的爱，更想找爱。你喊出来，我静下来，都为了爱。爱爱有几天翻开词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故我在，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，买不起的借口，太的品牌，你们起来，我笑起来，可以爱，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招牌，谁不爱过不存在，不明不白，不分好歹，都为了爱。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白，还是更畅快。爱还是会期待，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。我爱故我在。有幸福的人肯不肯来来来，最后一句乱唱的。 OK， 那么我们已经完全结束了，不是完全，还有下一趴。下一趴是愿望清单环节，现在这里有两个愿望清单，一个是给我，一个是给我提的，一个是没有给我问题的。就是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感觉刚刚开了一场演唱会。好可爱的笔，什么？小马，
这不是柴犬吗？啊、哦，这是狐狸啊，小马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么现在填写基本信息，姓名，宋人头。我最喜欢别人叫我宋人头。这个时候我在宋人头，我迎来了我的宋人头岁，我迎来了我的十七岁。最想要做到的事情，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应该是，做到什么来着？最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，做到。我忘了那天写的啥了。哦，万人演唱会，对，想要万人演唱会，对。下一个是最想要去的地方，马尔代夫，太简单了。好，随机猜一个，给你们一个小提问，马尔代夫的首都是哪里？好，那你们打在公屏上，然后我继续往下写。最想要得到的夸奖，最想要得到的夸奖是，啊，亚轩，你又变瘦了。有时候这个一个小小的夸奖真的能感动人。有了，有，最想要达到的高度，1.83米吧，因为长高了，长得太高也不是件好事嘛，因为跳舞就不好跳。最想要吃到的东西，月球土壤。哦，马累啊，答对了。最想要克服的困难，最想要克服的困难就是，一个人睡觉，并且关灯。最想要见到的人啊，最想要见到的人，你们吧。最想要舍弃的东西，没什么想舍弃的东西。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智商吧，因为智商太多了，想舍弃一点点。对。然后最想要提升的能力，最想要提升的能力是胆子嘛。最想要学会的技能。装傻，不是，炒菜，因为，我做的饭菜真的有点瘆人。最近不是有网上流传一个说人做饭不好吃的说法吗？吃了雅轩做的菜。人寿保险公司不开心。然后就是没有主观的了，秘密愿望，写一个隐藏愿望给明年的自己。那我开始写了。我可以说出来吗？不可以啊，秘密用。
要写满吗？嗯，写完了。你却想要多我，爱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。两个装一个，两个装一个屏风。秘密愿望装进信封里。时间飞机快要到了，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。Oh yeah， 我喝了喝去可乐，还是要剩一点，剩一点给你。Oh yeah， for my baby， yeah。怎么现在那么好听？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。充满笑与泪的时光，哦，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。我看到了我直播里销魂的眼神。OK， 那我们秘密愿望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要把它放到哪里？放在这个小人的后面。然后下一个就是给家人打电话了，对，然后就是要让家人说出亚轩，哦，要让我弟弟说出亚轩生日快乐这几个字，哦，哥哥生日快乐这几个字，开始了。来吧，哎，直播完了。我还在直播了。还在直播。直播中几的两分。哎呦，这么好啊！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谢谢们。嗯。那有我，我有我任务。啥任务？叫卡卡过来。卡卡。卡卡睡着了。我叫他。啊，我叫他了。快，哎。嗯，妈妈。你就说你需要离开，让我弟弟睡着了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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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baby baby oh baby baby。我把弟弟的真名说出来，请大家忘记刚刚说的。季轩。叫你了，叫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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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睡懵了。叫你了，叫你了，叫你了。
科科。嗯，哥，杰哥。哎，老娘。杰哥。哎。这。是不是啊？啊。凯凯，凯凯，我看这个任务怕是完不成了。你叫凯凯说声生日快乐。哦，那肯定能完成了。那明天，明天再说吧。啊，来，凯凯。这播完了再说吧。妈，妈过来了，过来了。你叫叫凯凯。算了算了算了妹。乖了吧。一会儿我们悄悄说。那你先注意身体哈。啊，行行。乖了哈。好。好好直播啊。嗯。嗯，好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么多花，这里有信。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什么？哇，谁的字那么好看 ？Hello， 轩轩小朋友，祝你生日快乐呀！一转眼，正在读这封信的你已经17岁了，从一个热爱唱歌的小朋友，逐渐长成了内心温柔且强大的少年。梦想这条路，精彩和艰辛，旁人只能略略窥探一二，而你一步一步坚定踏实地走到了今天，真的很棒。从16岁到17岁。这一年里你完成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，登上了越来越大的舞台，被越来越多人了解，时间给你勇气，也赐予你力量，他把那些不为人知的汗水转化为万众瞩目的星光，陪伴着你成长轨迹的陪伴着你的成长轨迹一起向前延伸。还有一年你就要迈入18岁的成年世界了，在接下来时间里你是否准备去迎接新的未知呢？无论如何不用害怕，我们会和你一起。除了感叹时间善待你的付出，也要感谢时间没有剥夺你的有趣，你的小小宇宙依然浪漫美好纯净干脆。那就祝福17岁的你拥有比16岁更多的开心吧，也带着满满的期待去憧憬18岁吧。对了，这束花你猜猜有多少只？它的名字叫欢乐颂。哦，欢乐颂，希望你喜欢，你也是大家的欢乐颂。前路漫漫亦灿灿，17岁的宋亚轩继续享受梦想，继续朝着光奔跑吧，一点都不笨的工作人员。我觉得这个信应该是那个太闹腾 TV 主持人写的，是吗？感谢我们公司。感谢公司的花朵，一共有几朵花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怎么只有16朵？
哦，有17朵花。然后，就是感谢公司为我们的付出，然后感谢飞总，感谢每个工作人员。哦，哇！谢谢谢谢，没事没事，先别踩到就行。还好还好。哎呀，看到好感动。啊，连蜡烛都没点呢。哎，蜡烛怎么灭了？蜡烛怎么灭了？哎，哦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？来个火机灭掉了。可能我口气太大了。来个火机，尚轩。什么？看到我开心吗？看到你开心啊，他一直在给我加油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蜡烛，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有点，他没有那个，略微有些劣质了。劣质快蜡烛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就来用意念想象一个。那不行，应该可以点得着吧？不是，他是那个，他应该点白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行，点白的燃不了，蜡油上了。他小心手，坏了吧？要烧完了。还有蜡烛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前两天开心吗？换掉。开心啊！开心吗？差一个小时。刚刚跟你弟弟是吧？对啊，我弟弟刚睡醒，他烦。哎，你来拆吧。他好烦，对。还有起床气是吧？哎呀，算轩，我要说句鼓励你的话。什么？就这。谢谢贺哥，谢谢贺哥给我的鼓励。谁听得到我们说话吗？很棒，想要很棒。鼓励难道不是这两天也是吃饭又瘦了？又瘦了。嗯。为什么想要舍弃的东西是智商啊？对啊，太多了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。要加速啊，因为这个很快呢。快学，快学，现在就学，快学。等一下，没点燃，点燃再说。没事，你先别想，先许着，来开始想。好，开始，想吧。一万也没碰到。OK。哇哦。哦，这个好烫。为什么这个只燃一边啊？为什么只燃了一边啊 ？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Happy birthday to 雅轩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长长哦，吹一下，最后一刻，最后一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哇，这个好酷、哦！哇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呀！生日快乐！这个爱心好娇啊！还是没有刚刚我比的。先别碰我，有点疼。祝你17岁天天开心，然后你已经很瘦了，以后旅游带你去马尔代夫。好，喂，感谢丁哥。亚轩最近要拿这个说，一定是没有好好吃饭，哎，这小脸又瘦了，又瘦了，给你好好整点什么补的呀。然后要在17岁也有更多的奇思妙想。好的，要开开心心的。然后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说吧。朱亚轩17岁，跟16岁一样笑口常开，然后可以多唱一点歌，天天就是，换种多就多点类型的。知道，好的。多换点歌词儿，换点。好，加油。谢谢张哥。祝我们轩轩17岁生日快乐，
然后刚唱的都很棒，谢谢贺哥、啊、虽然就是天天都听你唱，但是今天又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然后呢，新的一年呢，我会狠狠的鼓励你的。好的。好的吗？就这嗯，反正就希望你天天开心吧，然后一直能像现在的这个样子就好了。好，感谢贺哥。哦，贺弟啊。在上天心里，我永远是他的哥。哦，我跟张哥是同龄人。对呀、啊，你就比你都马上要成年了。是啊，还有一年就成年了。哇！哦，我刚刚有句话你都没看到。轩啊，亚轩，亚轩唱的好好。你发的？我都没看到，太远了。我看了。什么？太多了，太多，没看到哪个是你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说不定他看到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你。然后对呀、啊。妈。然后祝小轩生日快乐，然后十七岁一样像十六岁一样天天开心，对，嗯，然后天天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，对，好的，非常的爱听，好的，是的，希望每天都可以听到你的歌声，好的，好的，感谢文哥，哦，感谢文弟。祝亚轩十七岁生日快乐，然后以愿望清单上的所有愿望除了那个最想要舍弃的东西实现不了，其他都可以实现。好的好的，然后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。感谢祥弟。哇，到我在这变成弟弟。我也是。哇，他们三个都是弟弟。弟中弟，切吧，是弟了，切蛋糕吧。亚轩等一下吧，这个这是好多辣油，辣油可以吃吗？这应该是可食用的。啊，这个还有鱼温耶。这是冰淇淋蛋糕吗？可食用不代表你直接。不是啊。觉得好像冰淇淋蛋糕。来了，一刀，切吧，切吧。哇，这个十七，这个都变成十七了。哦哦，真的。这就是细节吗？爱了爱了。快哭，这波很细。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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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完一刀切哦，这样一刀切了，两刀了，又不一刀切。你从这儿接着过去，好好，接着过去，接着还，然后立起来，接着过去，接着过去，对，哇，好厉害，别致的一刀，哇，那轩怎么用刀顶切？确实是一刀，确实是一刀切，哇哦，这一刀切的是，切的好，小猪鼻子，难肉，哎呦，上面的切。感觉真的切蛋糕很喜欢切很大一块，真的。我感觉他这个买好大的，他是这块是给马哥的，我们多吃。对呀、啊，这块是给马哥的。哎呀，特别爱我们。谢谢。调小一点，这块是给张哥的吧？这个是给丁哥的。要玩戴牙套了，好像吃不了。丁哥，好热呀！这蛋糕。丁哥说今天都给我长胖了。你没看这是谁的？文哥的吗？是，这一定是文哥的吧？张哥的吧？顺序嘛，顺序。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先给弟弟。对，先给耀文弟弟。谢谢。亚轩都十七岁了。我操！哦，可以。这是谁的呀？好好好。对吧？这个是谁的呢？那你什么意思嘛？大家都是这么大，你这么小。不行，你看我是不是觉得多了呀？这给张哥吧。啊，没事。我最近我伸出的手控制一下，好吧？应该这块。控制一下，这块也非常多的样子了。哇，谢谢亚轩，太开心了。哎，没有啊、哦，还有一个，下面这一层就是你的了。对，亚轩下面那一大块全都是你的，这么多，吃完不能走。谢谢。还有叉子，对，还有叉子。你自己不来一点吗？来，那肯定要来啊。我肯定要来啊。这儿啊，这块，我帮你分一块。知道我好像吃的，哇哦。哇、wow, 最近看你瘦了，这样子，这也太夸张了，都是他的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自己来吧。开玩笑，肯定是这一半啊！天那么大，开玩笑，来少一点。这要是切糕的话，就是倾家荡产了。快乐每一天，谢谢丁哥，不客气。哇、wow, ，谢谢，天天住在快乐星球上。谢谢各位哥，干糕，干糕，耶！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祝我生日快乐！啥？
哎哦，嗯，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来，不吭个劲儿，真的好，空气叉子，啊，哇，嗯，这个蓝蓝的奶油看起来好好吃，真的不错，我再到衣服上了，廖天金，给我张餐巾纸，兄弟抱一下，是吗？啊，是兄弟抱一下，不是，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好兄弟。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请你拥护你对我说。噔噔噔噔，他们等于啊，嗯、全把嗓子全部都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唱歌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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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突然好想你，在你回望的时候。天天陪你一起走过这首歌，我的好兄弟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。人生难得去一起走，还是要想和你一起过。我唱第二段去了。苦点泪点，又能算什么？在你需要我的时候。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唱首歌吗？我的第一段唱首歌，请你有苦你对我说。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，苦了笑了，至少你还有我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比天还高，比地还辽阔。那些岁月，我们一定都记得。朋友的情谊呀，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，像一杯酒。快来给大家说吧，还有一个，我的好兄弟们，什么？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我的好兄弟们，此时在我身边，那么你们的身边有没有你的好兄弟呢？凡尔赛了，所以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。是的，那么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，对，所以还有两个小时，小宋老师生日就要过去了，所以让我们一起在线下好好的庆祝吧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